小雅姐姐是追随你而来了。滑铁卢专门跑出来，老三，来啊，这里，呵呵，拜拜拜拜拜拜，今天又下雨了，这一大早的我都快早餐都赶不上吃，你看每次跟你出来吧都得下雨天，说这个运气也太神了。Use the right lane to exit to Highway 85 south. 周五走，他都下雨。今天又跟小雅姐姐去城里溜达了。In 300 meters, exit right. 上高速喽！今天我们又走407了。天座，你也天座吧？我不是天座，是摩羯座。对，因为401好多车。又堵，小雅姐姐说：“时间就是金钱啊，上下吧。”我现在嘴还吐出来了，我法令纹还生了，你别拍我了，愁死了，嘴要闭上。他前两天哭了牙，难受死了。今天本来说想请你吃大龙虾来着，你看没口福了吧？前几天不吃，我突然要错吃，故意的，就知道你吃不了。现在在出口，出了这条407 ，Kennedy 到了。今天来着我的地盘了，今天带你给你看看我的包。哎呦，好精致的小包包哦，这装你没看，里面装了好多东西。就上次跟你妈去买的那个，对啊，粉底液、洗牙的，然后钱包，谁说人家不能装，都能装。嗯，对我来说太小了，像我这种粗人。你还粗人？我们现在在蓝豪坊，这里有个大统华。小雅姐姐要先找个地方剪头发。这上面我还没来过，你看，空荡荡的。我那边去试一试吧，这个。对吧，能用吗？能用吗？但是还是会长，然后再你要剪到这儿啊，剪到锁骨下面行吗？可以，好吧。哦，然后我们做那个做完之后，我们才剪。嗯，剪完之后就靠它火了。蹭热度，啊，就靠你火了。嗯。你这一行干了多少年？我呀。嗯。十几年了。好小的时候开始。嗯，哇，那你是在国内学的吗？对。嗯，看听不出你的口音是长乐的呀。是哦。真的。之前是滑铁卢的扛把子。扛把子。啥意思？扛把子主要是简单的问。小雅姐姐是追随你而来了，滑铁卢专门跑出来找你剪头发，专用理发师。啊，你皮肤现在这么好，不需要。好会聊天哦。太会聊天了。皮肤这么好，不需要了，车长。我来啦。我买了点零食，要不要吃啊？我先吃了。我好饿了，我要先吃了。好了是吧？嗯，变美了。变美了。今天是变美日记啊！看我的侧面就是要这样的感觉。嗯、哦，就好一下。嗯嗯，很美很美。平时的时候你就。嗯。这你头发没短多少啊？短了，短一些吧。主要我现在把这个脱了已经，以前在这儿呢。哦。嗯。他在锁骨的这个，再短不行，再短没有气质了。这样的一搞，对，就会有一个，有个层次感，都是。嗯。我们去这个茶餐厅试一下，我也没试过。冒着大雪，哎呦，看看要不要排队，排队就不去了。每次过来都看到他排队，到底有什么好吃的，进去看一下。菠萝包，哎，你喜欢的。
他真的好小，好小哦，就大概五六个桌子，然后每个桌子坐两个人。这里还有韩国餐 ，Mom's Kitchen， 是很清淡的。妈仔粉，哦，也是越南粉，你挑呗。肠粉，要不要吃肠粉？西街肠粉，我们现在来这个店，自己点着吧，点吧。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粥，哎，你点点点粥，你牙不好。你牙也不好。你说是那个里面包虾的那个？对对对，肠粉，广东肠粉，不是米粉啊。我懂了，懂了。这里还有小吃。这边有酱油。好嘞，谢谢。酱油，放。不过，点的这个韭黄跟虾。皮蛋熟了粥来，拌一拌。皮蛋在哪里？皮蛋比较化了，皮蛋比较贵了。这可跟你说吃不饱的，两下子就变尿了，尿完就没了。我不上厕所，我憋着。哎，你不用弄了，我弄一碗，其他都是你的了。瞎说，我吃完怎么办？你的胃有那么小？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吃的少啊。你吃不吃得惯这种广东的粥啊？挺好的，挺清淡的。就是很煮得很烂，跟糊一样。我妈每次都要投诉，她说吃这么烂的粥给小鸡吃的。还有这个。吃得完啊，姐姐。猪肚米粉，因为粥是吃不饱的，跟你说，相信我，两下子就饿了。我想你。他们家这个汤底，我觉得还不错，味道很够，然后猪肚也蛮多的，料很多吧。你看小雅姐姐吃的没声音了，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好，需要帮忙的叫我。好嘞。怎么样，大不大劲啊？挺重的，但又记了啥？就是记了一箱的衣服。嗯，乱七八糟的，就我临走前带不走的东西。这个地方很模糊。啊？是那个，汽车尾气。汽车尾气。我看着斑斑的东西。挺重的嘛。贩子吩咐我进城的重要的事情是帮他买烧肉跟烧鸭，又得排队。我要一只烧鸭，斩啊，仲有咧，磅半烧肉啦，磅半烧肉，系嘅，切埋啦噃，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食先啦，买点面包，菠萝包，鸡尾包，老婆饼。15.5 OK。来著名的 Marfil Mall， 今天是有目的的，就看优衣库。有目的。嗯，目的性很强，不要闲逛，因为现在都3点了。新之美，哇，居然有中式面包店哎！我的天哪，我真的好久没来这个，刚买的。不买，这里肯定买的贵。你看，你知道我20年前跟现在的比，这个店应该90%都变了，换了，好多店都换了。阿迪达专卖店，这个 mall 就是华人的聚集地。回国了，我来这里帮豆姐买2件衣服。哇塞，这个叮当猫好可爱哦，绿色的，30刀。哇塞，好厉害哦，一放上去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买了两件 color 的 hoodie， 那还有两件是小朋友的。1, 2, 3, 4. It's supposed to be 60, 360. Okay. 你有收获？高领的。嗯。这么短？短款。短款，颜色还不错，还挺好看。这个打底是打底的吗？打底。也是高领。嗯。哦。哇。居然被我发现了，有檀木架，还有好多蛋糕嘞，蛋挞，1.85块一个。买了啥？买面包了。我应该买了一大堆。一大堆，哎呀，比我还能买。这里的面包其实也不贵，就是比外面那些商店会贵那么一丢丢，因为它在商场里面也正常这个价格。拿破仑啊，又下大雪了，今天的任务圆满结束。还没有了，你还要去回去接你的老三。开回去还要1.5个小时。哎呦我的妈呀，下雪了，又下雪了，又下雪喽。啊哦，看到 Cookie 了，你们家老三哪个？哦，这里。好好玩啊。But otherwise, yeah, he's doing fine. He's been having a totally good day, but yeah, he was just feeling a little bit extra spicy today, I guess. 这里是狗狗的 daycare。哦，这边是小狗狗哎，就小狗跟大狗要分开是吧？哎呦，那袜子就要关进笼子里。哦。那个还在睡觉啊？嗯，这个淡定了，老油条。哦、Hello， 哎呦，这个狗也很温顺的。嗯，来了。Yep. He just has a little bit of a scratch on his left eye, right there. Oh, you're fine. Other than that, he's completely fine. Okay. All good. Okay, thank you. Okay, 走了。No problem. Let's go. 1, 2, 3. 他不想回家了。No, Cookie, go, go. 对了 ，Go. 他太好奇了，在外面。哎，你是不是我的狗？你搞像他偷来的一样。走，他不动了。哎呀，他不动了。那一起抱呗！哎呀，花了好大力气把它推上车了。哎呀，回家。